我会照顾好娘，我会撑起咱们席园。老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医生，一动，快过来！爷爷。 爹，您是还想见谁？周英吗？大叔。 二叔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一定竭尽全力保护大哥周全。沈老板，最近二少爷依旧蹦跶的厉害呀！哎，别提了，我跟那个逆子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。是吗？嗯。哎，那最近王爷要我收集陕西的动向，那这个康先生的言行，我到底是上报还是不上报呢？他姓康，我姓沈。 我们没有瓜葛，杜老板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嗯，明白。哎，杜老板，最近你形容消瘦啊，是不是过于劳累了？啊，这是我们沈家慰劳杜老板的一点心意，请杜老板用心调养。 沈老板，你真的是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啊，这二少爷，老爷让我把这个偷偷给您。原来我爹他一点都不糊涂。其实。 从把你派到上海去开始，老爷就一直在想着退路。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可惜他不够决断。大哥，怎么了？ 去世，你就要走。现如今，变法到了关键时刻，我必须要回京，助皇上一臂之力。大哥，国家大事无太多，但是江湖险恶，我确实见多了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一心所想也是为国为民，但人心叵测，你自己千万要小心。 你不用担心，这次的变法是皇上下了决心的，谁都动摇不了。这皇上后面不是还有太后吗？嗨，那个老巫婆不足为虑。哎，大哥，其实我知道，有好些人对变法是不太接受的。是。 我也是想不明白，我明明是为了造福民众，可是民众偏偏指着我的鼻子骂。那些愚昧的小民也就算了，可怜赵白石、沈星移之类，也纷纷与我划清界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有些做法，确实是有欠妥之处。周莹，连你也觉得我有错？ 我爹都去了，我连给他守孝都顾不上，就要赶回京城。我为了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社稷，为了民众吗？这总不能说你为了社稷，为了民众，我就一句话都不能说你了吧？那你说我哪有错？还是说你觉得皇上颁布的哪条诏令有失之处？大哥。 欲速则不达，快刀才能斩乱麻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跟你说了也没有用。你这是要走？是啊，可变法还没有成功。 变法不会有成功的那天的。哦，吴泽那几个书生以为靠几道上谕就可以改变整个腐败的局面，未免也太单纯了。我本来还想提醒你，看来你比我还要清醒。你也不乐观。我甚至觉着，他们依靠的上谕恐怕都不会长久。怎么说？变法开始第5天。 太后下旨，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，掌管金京一带的兵权。此外，还让崇礼属步兵统领，怀塔部管理圆明园官兵，刚毅管理建润营。同时还规定，新任2品以上大臣必须向皇太后上折谢恩。本来以为太后会放权，没想到她把朝政抓得更紧了。 上有制约，中有掣肘，下多不满。此次变法的前景，至少我不乐观。可惜了啊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别的地方，重新开办学堂。你还要开学堂？吴泽他们的变法让我更加明白一个道理：唯有从培养人才开始入手，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局面。 这是正理。他们叫嚣着3年之内要发生改变，而依我看来，非要30年以上的教化，整个中国才会焕然一新。任重道远呀！那有什么办法？总得慢慢前行吧。可你走了，这正义学堂怎么办？我已经交给了可以托付之人，只是女子学堂刚刚筹建了一半，现在看来是要搁置了。 啊，对了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这些年以来，农神河从我们沈家抽走的利润，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多谢，不必谢我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啊，你以后还会回来吗？ 会，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保重。嗯。对了，有件事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你说。 周莹被判死刑的时候，我去监狱里看她，她让我给你带一句话：若有来生，与君欢好。与君欢好。定死方休。定死方休。 曾经祈求上苍能让我早点死去，这样我就能早日和你相见了。奶奶熬到今天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别和我家寡妇勾搭，你答应我。奶奶。 以前，就算是我们亏欠了吴家，但现在你为了那个寡妇，差点丢了性命。我也为了救你，散尽了沈家半副家产。这恩怨啊！ 怎么都算了断了，但是沈星移，如果让我发现你再和那寡妇勾搭，以王爷此刻的权势，让吴家再次家破人亡，让那寡妇再次被砍头。 夫人，你好，多保重。全世界，你可相信？ 生活，你长夜花美，爱你爱到无可退，让爱碎了再碎。全世界，你可伤心泪，今生活。 让爱碎了再碎，让爱碎了再碎。一路平安。 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何喜之有啊！太后懿旨到，宣诏白石接旨。好，干嘛干嘛？赶紧赶紧赶紧！娘娘。 不好好上学，跑这干什么来了？我们学堂被查封了。什么？啊、我们上课正好好的，突然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都赶出去了。还有好几个先生就被他们给抓走了。哎，周洋，你看，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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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去！让开！出去！出去！怎么了，老爷？不知道啊。 泾阳布厂乃新党无责兴起，地方奉行不善，形成骚扰，着令禁止。请问这是谁的命令？上面的命令。啊，泾阳布厂被封，我们总算是了了一个心腹之患呀。赵白石被重新启用是王爷的意思吧？应该是吧。他之前被新党弹劾，但现在却因祸得福。太后这回应该更看重王爷了吧？王爷憋屈了2、3年了。 这回也该扬眉吐气。太后下旨，称前萧晓之徒，窃变法之说，为煽乱之谋，业经严拿惩治，以恶横流。变法成了煽乱，已经有6个人头落地，其他同党还在通缉之中，其中就包括吴泽。 那吴泽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应该还活着吧。有人密报说，泾阳布厂乃是吴泽在陕西树立的变法典范，作为变法余孽，当该清除，所以才有封门之变。那我真是两面不识人了。吴泽搞变法的时候，说我们沽名钓誉，对变法阳奉阴违。 现在变法失败，我们却成了变法余孽了。吴泽当真这么说过？他还打算写进给皇上的奏折里，就因为这事儿，二叔才犯的病。如果真有此举，泾阳布厂也许还有希望。大哥，你打算？我打算以搜捕为名，查封吴泽寓所。但是。 吴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现在还很难说。如果你有吴泽的消息，立刻通知我。此事非同儿戏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大哥，输了，输了。 全输了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今天天还没亮，高县令就把西院搜了个遍，现在正带人往东院来。吴泽呢？还在柴房呢，赶紧送他走。好。各位官爷，你们这是韩三春，你家少奶奶呢？高县令大驾光临，请问何事？我要见你家少奶奶，快点！请。高大人大驾光临，民妇未能远迎，还望恕罪。 我问你，钦犯吴泽回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周莹，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少跟我来这套。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在这附近出现过，那不在西院，就一定在东院喽。 Mm-hmm. 启禀大人，他昨晚，昨晚的确是来过，说了两句话，然后去他爹的坟上哭了一场，天还没亮就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没说啊。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吗？哎呦，我怎么敢呀！ 来人，把所有的人都叫到院子里来，一个一个清查，所有的房间一个一个搜，一个角落都别落下。封锁大门！所有的人都到院子里集合！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！快！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你们要干嘛？过去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过来！出去！出去！开门！开门！ 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啊。大人，把这个院子的所有出口都给我封上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所有的出口都派人守着了。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？都在这儿了。这些房间都没有藏人吗？搜了3遍都没有人。哦，去吧。是。所有人。 站到我的右手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不用怕，娘在啊。嗯。东院的账房是谁？我是。去，把你们知月里银子的账簿给我拿来。 是，一会儿我按照知月历的名单，念到一个人的名字，就站到我的左手来，明白吗？大人。 二娃在。黄浩然在。梁小平在。夏莲、春杏。 王世军、张桂花、高大人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东院没有窝藏钦犯，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？哼，拿去吧。 各家统领清点人数，一队站到这边来。高大人，你和各位爷都是贵宾，平时请都请不来，今天来了，其实连茶都没喝上一口，我这心里呀也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我呀，给各位爷准备了点心意，请各位爷去喝茶。这，来，抬上来，抬上来。这不好啊，这使不得呀。 来，抬上来！这可使不得呀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别抢！住手！别抢了，别抢了！不许抢！不许抢！再抢就拿处置！不是我的，请你拦住！收队。高大人，实在是抱歉，这剩下的还是交给您来处理吧。集合，走。 大家都散了吧。啊，我们是怎么回事？没事呀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没事。春杏儿，把环先带走。走走走走，回去吧，快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必须马上离开泾阳。高安能不已经走了吗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待久了，难保人多嘴杂。而且你的头像贴满了泾阳的大街小巷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刚才我派人去探了探路，泾阳的几个城门，全部添加了官府的人把守，进出的无论是人还是货，都要严加盘查。码头呢？也一样，就连进山的关口也被封锁了。 赵大人，新犯吴泽，昨天在泾阳出现，你可知道？我知道，一大早我就带人去追捕，哎呀，可惜晚了一步，他已经跑了。跑了？对，说是昨天半夜回来的，在他爹的坟上哭了一场，天还没亮就走了。谁告诉你？ 吴家东院的周莹，你就信了？我当然不信，所以呀，我就带着人把吴家的东院、中院和西院通通的这么搜了一遍，没发现吴泽。搜仔细了吗？仔仔细细，每一寸都没放过。人都查过了？查了，查了。我生怕吴泽会易容，我还一个一个对着知越历的账簿仔细的查的。 大人，我连吴家的墓园什么的都搜了，我生怕人手不够，还特意从露营调的兵丁。大人，您要是不放心，这样，我再带人马上再去搜一遍。凭你，再搜也搜不出来。这，你先下去吧。 这个吴泽可能真的已经跑了。我查过泾阳通向外面的几个关口，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吴泽的影子。他应该还在泾阳。我如果是赵大人你，我一定会盯紧周莹。 多谢杜老板指点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想帮赵大人而已啊。我给您透个底儿，因为泾阳不朝，王爷对赵大人已经有些不满了。但如果能够抓到周莹窝藏钦犯，那泾阳不朝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到那时候，赵大人对王爷也算有个交代。 好主意，多谢赵大人。周云平素一直在金阳布厂忙碌，今天突然改变路线，肯定有诈。赵大人，您是不是该亲自出马？杜老板是想指点我如何抓钦犯？哎，不敢不敢，在下只是觉得，抓获朝廷钦犯这么大一件功劳，赵大人一定不可以错过呀。多谢。 家坤，你平素不是一直很仰慕赵大人吗？那今儿个你就跟赵大人走一趟，好好的体察他的一言一行，一定会让你受益一生的。赵大人，你们这是去哪儿的货呀？走，赶紧开箱验货。丁爷，这是庆王府定制的药材，都是特制的。这封条也是庆王府的人验过货之后封上的，除了庆王府的人，谁都没有资格起封。丁爷，这封条如果破了，庆王府的人追究下来，咱们谁也担待不起。算了吧，放行。中船，伙计们，中船了，都别动。 大人，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就能吓倒人吗？哎，大哥。夫人。啊，赵大人。什么货物这么重要，竟然需要夫人亲自相送？哟，你还真说对了，真是一批非常贵重的货物。那我更要看看了。开箱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 赵大人，不就是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吗？我来担待。此，哎，这都是一些非常贵重的药材，一旦开箱见光，很可能药性就会失效。怕这些箱里不能见光的，不只是药材吧，还有其他东西。这真的只有药材？这样吧，你交我一箱，其他的药材你继续上传。 把最特别的那一箱交给我，其余的我概不追究。这每一箱都很特别呀。你主动将吴泽交出，我算你立功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知不知道，我曾朝廷要犯，罪不容诛。 但我更知道一诺千金。我既然答应过二叔要保护吴泽周全，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做到。这样做，我会把吴家所有的人都牵扯进来。你别忘了，吴泽是吴一的亲哥哥。此时此刻，我很难寻思。让开！ 开箱，赵大人。开箱，开！这里面真的只有药材。大人，全是药材。大人，全是药材。搞的什么鬼？赵大人，这些药材现在可以上船了吧？赵大人，赵大人！报告大人，往嵯峨山的关口有一队人马闯关而去，声东击西。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所有人跟我走！ 装船吧。出来吧。 至少等到黄昏时分，赵白蛇和扎坤才会发现上当。那时候你已经出了陕西境，应该安全了。楚英，若有他日，定当涌泉相报。哎，不要这么说。当年我被陈塘，你极力为我开脱，这份情谊，我至今还未报答呢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。 就因为是一家人，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要劝劝你。你说，你能不能别再惦记救皇上什么的了？这个我恕难从命。少奶奶，我们要开船了。拿着陆少华。 自己保重。少奶奶，韩大哥回来了，快去看看。韩先生，少奶奶。 这一趟绕了四五百里，辛苦了。赵大人肯定也累得够呛。他这会儿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在回龙观把他甩掉的。你别说，他也真够厉害的，好几次都差点被他追上。快去休息吧。好。来，哎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们走回来。 赵大人，哎，赵大人，好不容易从吴泽的寓所找到他大骂你不明大义、拖办工厂的证据，这才证明了泾阳布厂和吴泽没有关联，总算逃过了一劫。万一吴泽被抓，你窝藏侵犯的罪名被坐实，你别说泾阳布厂了，就是整个吴家，可都难保。 这不是没抓住吗？你呀，我问你，你把吴泽送哪儿去了？你这么做，不见得是为了他好。你这是昨天把吴泽主动交给我，我有把握保住他的人头，坐几年牢就可出狱。可现在。 他却一辈子只能向丧家之犬四处逃亡。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亲人。